原来一山讲嘅嘢系真的，全部食宝都系偷翻嚟嘅。你做乜嘢啊？呢啲嘢留俾到只会成我哋嘅耻辱。回皇上，我爹俾个二父叔害死。如果皇上要杀佢，恳求皇上先允许我同佢一战定生死。繁华盛世，何谓食之真谛呢？人生五味，尽在味上天开。